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日本早期的这台哈、Cosmo 的 Flix 哈、这台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皮套啊、很完整啊、完整的皮套，还有这个相机背带，然后还有这个遮光罩的这个盒子，皮套盒也还在啊、正常的啊、还有一个这个遮色片啊、一个遮色片跟一个遮光罩啊、就把它这样放着啊、这样子。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弄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可以看到，好，然后这个得标者一并就会一起都一起的，好，那它这个有镜头盖，镜头盖也有，镜头盖很密合，不会掉下来的，然后这快门正常可动作，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快门正常可动作，那平面部分因为已经放有点久了，可是平面都还健在，那您可以去做一个在自己在做得标者，再做一个自行的清理，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这个清理，这个四周平面都还在，那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上方的观景窗，观景窗的这个部分，然后底部这边拉开，底部这个部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底部，这扣起来就完整了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台双眼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